它有智能化的水处理系统，并且呢有远程的监控，可以在我们的大屏幕上进行对水质进行一个监控，对水温进行一个控制，然后同时呢也会对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相应的数据。在整个室内温度的话，它是一个全新风系统。 就是不会使用到整个空调的这个整个的制冷，我们的水温度的话是一直控制在26度到28度，它也是为了运动员他能够一直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良好的机能，然后室内的温度呢是控制在28度到30摄氏度，我们采用的是全世界最怎么说呢是最精确的这样的一个计时积分系统。 然后这个计时积分系统，它可以达到1/1的一个精确度，它是一个相当于是用于运动员如果在触摸到那个触摸板的时候没有出现沉积，那么我们就会采用提取这个高速摄像杆里面录到的这个画面来作为它的沉积。